喜宝。不要！这个体重大了，太不合适了。喜宝，手不要离开胸口。好了。手，把双手放在胸前，不允许触碰身体其他的任何部位啊！拉掉了，爆破了。体重大了也太不合适了。我呛水之后，下意识的就想去抱腿，让自己起来，没想到这是犯规动作。对于这个结果还是挺遗憾的。鼻子一呛水，你会很紧张，因为现在那个环境，然后你马上就会被拉。行，明白。Come down, breathe. 不行。不行了。不行。